然后接下来呢，那个好，接下来就是再来最后一首歌。然后这首歌结束，我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喊说，哎，我想一下，我说什么？哦，那个可以跟我一起喊三民书局谢谢你，然后三民书局我爱你，可以吗？可以。那我们需要练习一次吗？还是你们可以直接来？需要。OK， 那我们练习一次好不好？就是然后比如说我现在结束了，然后一起。三民书局谢谢你，三民书局我爱你。我可能还在学校喝一口水，因为我怕等下破音，因为那首很重要，唱坏会被全风原人这样子丢鸡蛋，谁有带鸡蛋来吗？谁说要去买鸡蛋？好，那好，带这首歌《三民书局》耶。
局，谢谢你，三民书局，我爱你。好，那么好，希望好不好？大家三民书局就存，永远就存放在我们疯人的那个回忆里，对。好，那么我要把这个麦克风交给没有 uncle， 不好意思，uncle 就是主持人讲话这样。好，那我们请那个主持人。